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本期是小子有答案第289期。最近国际体验服迎来了一次大更新。小子进入雨林的时候，发现出生地多了一个很大的图腾，玩家可以在这附近跳舞。可惜人物没选好，感觉有点像非洲大猩猩啊。这个气球是干嘛的？图腾保佑。那希望我敷的面膜会让我变白一点。上了飞机后，发现地图上多了6个气球图标，不会是国服的热气球吧？还真是，兄弟，搭个伙呗！你看，你是白人，我是黑人，咱俩就是黑白配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大兄弟跳完伞，人就不见了。嘿，这丛林果实可以吃吗？不不不，我可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不能随便乱吃别人的遗物。我会吃你们一点东西。不过它是蘑菇。啊，真香啊！哇，好难吃！呸呸呸！哟呵，居然可以感应声音距离，这厉害了呀！再吃几个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功效。哦，还能感知空投哎，厉害了！目前雨林地图似乎只更新了图腾、热气球和这个果实。其他好像没看到，我慢慢研究吧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